112年时间6月8日时间2333拐，三五拐立停，本顶位置在2155幺两洞四四，出水口外，出水口外约0.3海里，本艇接获通报，海面上疑似有浮潜人员，本艇前往救援。你好，我们有看到你了，你在那边稍后一下，稍后一下，我们有看到你的灯光了。现在本艇人员开始准备救生工作备变。嘉敏拿那个救生圈一下。然后现在待救人员在海面上漂浮，那目前由本艇人员准备抛掷救生圈。救生圈已抛出，那准备将人员拉至本艇后舷，然后现在开始将人员救起。现在开始将待救人员的潜水装备脱下来。帮他拉一下，很没有体力了。好，现在待救人员全人员平安登顶。小心哦。OK。第八巡洋区指挥部于112年6月8日20:30接获民众118报案，于恒春和山场出水口东侧海域，有三名潜水客疑似体力不支，其中两人于消波外旁待救，另一人疑似被海流带往外海。第八巡洋区立即派遣第六岸巡队后庇护安检所及恒春海巡队线上巡逻艇35拐6艇前往原处。20:40，恒春海巡队 PP35拐6艇抵达现场，发现海面上有疑似光点，立即实施救援。那在42分时，顺利将外海漂流之潜水客救援上艇，潜客意识清楚，无外伤。并于20:53将潜客载往后壁五渔港。9日冻时2分，后壁五安检所及第一机动巡逻站人员发前与消波块附近待援的2名潜水民众，并协助救援上岸，经救护人员评估无需就医。潜客对海巡署紧急派遣巡逻艇协助，深表感谢。第14海巡队表示，急难救助是海巡署主要任务之一，接获报案必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若民众遇有紧急危难时，可拨打118海巡报案专线，海巡署将立即前往救援。